this light thing? I can't fix it. I'll just go with it. 哈喽大家好，我是 Jasmine。这一期视频是一个 life update， 就是我为什么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视频呢？就是因为我没有拍视频的点子了。就 well 也不是真的没有拍视频的点子，但是我会觉得没有一个这样的过渡会很奇怪。就是，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以唠嗑的形式讲一讲我最近的生活状态，然后还有我以后未来的打算。Okay, I did it. Cool. 有关注我频道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我前段时间在经常拍 vlog， 但是因为我的生活实在是太三点一线了，我没有什么可以说是新的生活的内容，所以我停止了拍 vlog， 因为我实在是。我的生活就是练琴，然后写作业，然后看一看 YouTube 视频，然后吃吃饭，睡睡觉，然后看看书， literally 就是这些。所以我现在没有在拍 vlog， 因为真的没有什么好看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关于暴食症的问题。我现在在看一本书，我快看完了，但是还没有看完。我看完以后会做一期分享。但是就是说，如果我要保持每一周出一个视频的这样的一个进度的话，我不可能每一周都能 come up with new ideas， 所以我在想我会出一些其他的视频，比如说分享一些我的学习方法，我对抗拖延症的经历，还有我现在正在学些什么，就是你们想看什么都可以在底下留言，但是我会尽我所能去拍那些视频，但是如果我实在是达不到那也没有办法。然后 life update 的话，当然要讲一讲我最近在干什么。最近就是我刚考完我的乐理的 midterm， 然后我们开始了 reading week， 也就是春假，就我们会放一周假，然后什么都不学，不是什么都不学，就是不上课。但是你还是要自己学习的，嗯。我一直在练琴，就是 reading week 结束后的第一周的那个周四晚上，我就要开我的 class concert， 我会弹一个15到20分钟的一个曲子，然后我在疯狂的准备它，就这个学期基本上都是在。练琴、打鼓，然后写作业这些之间度过的，这就是我在干的一些事情。就如果有大家有关注我的公众号的话，可以看到我写了一篇关于情绪的文章。就是其实一个人在国外的话，情绪管理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离开了熟悉的环境，离开了家人，离开了温暖，你会就是。时不时的感到比较抑郁，或者比较苦闷，或者比较孤独 ，you name it， you know， 我最近也在经历一些情绪上的波动，但是我想让大家知道，第一点是情绪波动是正常的，你不要觉得自己在矫情或者自己在什么什么，就是这些东西大家都会经历。第二点怎么应对它呢？第一是多跟大家交流，第二是。以你自己的形式去发泄出来，不论是听音乐、运动、写字、拍视频，任何的形式，只要能让你感觉好一点的，都可以去用它。然后就是情绪这个东西来来回回，你有 ups and downs 都是很正常的，你需要去就是跟他成为朋友，然后去慢慢的去适应他，去接纳他，让他来和走。我最近在，如果大家想看的话，我可以出那种就是看书的分享、听歌的分享，然后看电影的分享这一类的视频，因为我一直在 keep up with my New Year's resolution， 我已经看了3本书了，就是我给自己的计划是一个月看一本，所以 I'm pretty proud of myself， you know， I'm weird， 所以就其实我现在在。现在的节点我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人生大部分时间是很无聊的，就也不说无聊，就是说你的人生是很平淡，你要一直去为一个你的目标慢慢的去努力，你不可能一下就达到它，你也不可能每天都有精彩刺激的事情在你的生命中发生，就我现在 literally 我的生活就每天一成不变的在过着，所以我就拍不出什么精彩的东西，但是你要知道这就是人生的常态，所以就 live with it， 然后好好的去享受这个时候。 That's all I can say。 大家可以看得出这期视频有一点水，因为我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是
其实我蛮想听听大家的 feedback， 就是你们想看什么样的视频。就有人给我留言说要看我学习的视频，我的学习 literally 就是在练琴。你们想看我练琴的话也是可以的呢，但是就拍出来可能会有一点奇怪，因为练琴不像是大家想象的一样就是一直弹一首曲子很完整的这样弹，你要重复比如说甚至是一个小节很多很多很多遍，所以录就是你录视频的话看起来可能就会非常无聊。所以就是大家真的有什么想看的，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觉得我说的不对的地方，有什么想让我改进的地方，留言弹幕，谢谢大家。对 ，OK， that's it， that's all I can say。蒙特利尔的同学，据来说 McGill 的同学，如果你在看到这期视频的话，祝大家 Reading Week 快乐，好好放松，然后但也不要忘记了学习。如果你是其他地方的朋友，我就不知道你们在干嘛，就大家就生活快乐。我们下期见，拜拜。